接下来呢，最后一首歌了。这首歌呢，不是我们的歌，那是一个我们平常去 KTV 呢都会点这首歌，因为我们都可以在唱 KTV 的时候整个人跳起来。这首歌送给你们，罗志祥的《五极限》。那希望今天的所有的高雄的朋友，可以把你的手和你的脚借给我 ，Come on，Come on。预备，预备好了吗？最后一首歌了，把你们喉咙借给我们好吗？拿着你们手，欢迎朋友们听到，我跳掉哦。预备好了哦，跟我们一起唱哦，好不好？准备来喽。One, two, three, go!我让